磨切成小块儿，先切开。哎，就是你为啥先把它切成片片呢？那不切成片片，咱能切成豆豆。嘿，豆豆切成小方块。现在才能切成小方块。奶奶，这么软的也能切得动呀？能啊，刀切还切不动。切切葱花。磨花里面放些盐，胡椒粉，打两个鸡蛋，搅拌均匀。磨花炒好之后，给里面倒些葱，关火。喊你来了，给你夹菜，先吃点磨花。夹菜。拿筷子吃嘛，擦擦。这样一阵，放这边。圈睡去了，这圈吃着。来，给他倒一下。这块多，你不要吃。好。我也喜欢那筷子。爸爸。圈儿呢？睡一圈，睡一圈的，等娃醒了好做饭。那外面烧，里面热。又香又香。你想吃啥的啥子香。